大赛直播来维奇 TV，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这个百灵杯第二届百灵杯决赛五番胜负第四盘的这盘较量。也今天也非常荣幸请到了当今棋坛最年轻的世界冠军范廷钰九段。小范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范廷钰。很高兴再次来维奇 TV 做客，为大家做讲解。那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牛哥邱俊对阵特务柯洁的这盘决赛。那小范，你本身对他们两个交手多吗？柯洁可能下的不是很多。邱俊下的相对多一点。那从就是你交手的感觉来看，你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棋风上有什么样的区别？邱俊和柯洁的共同点应该是战斗力都是属于比较强的。区别在于柯洁可能风格上相对更灵活一点。邱俊可能在棋上对对手的保持的压力比较大，但是有时候可能对自己压力也很大。但这种就是相当于他是棋下的比较紧凑啊，撑的这种。对。那我们呢依然有一个两个人的数据对比，一起再来看一下。首先看到的是他们这个国内等级分的对比。那之前已经讲解了前三局，其实在数据上变化都不是很大。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就每次看到这个柯洁去年的等级分都觉得挺感慨的，因为他一年的时间可以说涨了120多分。是。然后他们各自的最好成绩呢是这个牛哥的两次世界亚军，还有这个昌棋杯和李光杯的国内冠军。然后柯洁是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击败了唐伟昕，拿到了自己首个头衔。在整个去年的战绩这一块胜率上，柯洁是明显占上风，但最近的状态好像一波4连败，可以说是他整个火热的2014年的结尾收官并不是很理想。然后两个人的历史交手呢，是牛哥3胜2负，稍微领先一点。然后，所以我们小编给出的这个胜负预测呢，是更看好牛哥一点。那小范，你觉得怎么样？从实力上讲，可能还是就是客观来说，可能还是觉得柯洁稍微厉害的多一点。但是因为有可能前一局因为柯洁发挥不好，对，所以可能就是对于今天来讲，他能否及时的调整回状态，也将成为这个今天这个胜负的决定的一个因素。是的。那在这个开始讲这盘棋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现场画面，也是一起来看一看。决赛对话开始，我呢先把有关事项先说一下。第一，大家把手指都检查一下，我也检查一下，放到进行上，好吧？第二个呢，我把规则再宣布一下。我们用的是中国规则，一，先三右四分之三子，用时我们是2小时45分钟，提前5分钟呢是多秒，就是保留一次1分钟的多秒。
然后用完了就是超时判负。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场的照相自责，我们是开赛之后15分钟以后我站起来请大家就退场。我们中午呢是12点半封盘，下午1点半继续。第二届百年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决赛的第4局现在开始。刚刚看这个视频当中注意到了两个小细节，一个就是好像特务在刚刚开始坐错位置了。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牛哥下棋的时候表情，如果是你不太了解他的话，你看他的表情会误以为他的形势很不利，好像形势一直觉得他不太好一样。对，那其实像刚刚布局，正常来说肯定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但是他的表情似乎也表示着他很艰难的这样的局面。对，那可能也就是一种个人的一种习惯吧，就是让自己尽快的进入状态吧。还是比较有独特的习惯。是。那其实这盘棋的进度呢也比较快。对，我们之前在上午看的时候呢，就可以说棋局已经进行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对，那所以呢我们在正常的进行讲解之前呢，也先来一起看一看现在的局面进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好，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黑棋在白棋右边这个做活了一小块，但是付出了中间三个子的代价。是，那其实我们可以回到这个中午封盘的时候是白棋的这一步靠。应该说这个棋下到这个时候应该是黑棋稍稍困难的这个局面。因为黑棋的棋形大家可以看到是比较散乱的。在右边，而且这个靠段如果黑棋从正面比如说冲了打吃，那眼见是被白棋那个反打分断了。对，这样黑棋当然是不行的，右边这三个死人那当然是也就没有胜负可言了。是，所以说这个黑棋必须要妥善的治理好右方三子。黑棋目前在全局的实地呢应该说是有一定领先的。但是的领先并不是那么多。所以、就是、可能有排名15目的实地优势、就是、对、但是右上角这个白棋存在着开劫。对，一旦这个开劫如果黑棋只有就是说打不过只有缩回去的话，对，就如果像这样做活的话，那可能实地的优势也不复存在了。所以说目前棋局应该是白棋有利。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就是目前这个实战的这个阶段。我们待会儿就详细的讲解，所以现在就先看一下大概的
形式。对，进行到这样。进行到这样。先看一下双方的目数对比吧。好。白棋上方一块应该有30目棋。哦，就这一块。上边，左下角10目。40。下方吃住2子4目，44。加右下角，大致右下角是两边都稍微露着点风。但应该也有50目出头吧。黑棋右方好像还没活得特别清楚，所以白棋应该有接近55目。对，因为脚上还是比较大的，但黑棋没活干净的情况下。是。那么黑棋右上角。13。下方是这一条。12目吧。25目。25。加上右边可能。2-3目的坐活，27-8目，等于说左边现在还没有完全定型，看这个结构的话，大致先判断它30目起吧，那也就是57-8目，也就是说，白棋刚才已经有55目的空了，而且现在的棋好像还是白棋更厚实一些，所以说可以说目前是轮黑的下，但是应该说是白棋优势吧。对，那所以说下到现在这个局面，应该是黑棋在后面需要想办法有一些精彩的表现才能够争胜。所以我们了解了现在这个形势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从头看一看到底为什么黑棋会变到现在这个处境。好，那这盘棋是邱俊的黑棋。黑棋还是下出了最近比较流行的错小目。这个布局是不是也比较体现了这个邱俊喜爱实地的棋风？现在其实我都比较偏好实地，都喜欢实地，对，所以也是流行的原因一个因素。但这布局应该也是最近邱俊喜欢下的布局之一，我觉得。挂角，也是近年来的一种新的流行趋势吧。以前当然是就觉得这个跳出肯定是接近必然的，把棋拆过去。然后黑棋可以在这边挂角，但这个时候来挂的话，白棋选择加动的可能性，变大了，因为从通常的意义上讲，黑棋右上角这个跳出来这个位置由于偏低，所以如果从右方发展的话，从心情上讲，黑棋总是不太愿意的。虽然不是说绝对不能这么下，但是通常认为右边的这个进营较为困难，是因为这个头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通常认为这条边的价值不如这条边，对，不如下边的那么大，所以肯定是从这边挂角选择的比较多，但如果这个时候挂的话，那白棋如果也像我们刚才所说这么考虑的话，白棋选择加攻应该说也是顺理成章的，所以说黑棋在右上角跳出的之前先做一个可以说是一种问对方态度的这样一个适应手吧，因为白棋如果这个时候如果守，那黑棋再跳出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就能够形成他所想要形成的这个局面。是，如果白棋加攻，对，没有这个交换。那黑棋有可能会在这一带双飞燕，今后在右上角黑棋有可能飞起，甚至有可能追求更高的效率。总之是给自己留下了很多有趣的变化。是，所以这也是现在的一个流行趋势。对，那其实可能有这个比较用功的棋的话，可能也见到过白棋在现在这个局面脱先在上面先动手的下法。应该说也是一种契合吧。等于说既然黑棋右上角敢脱先，那么
也有星星给这些一定的惩罚，嗯，这样的一些刺，是，这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出现过，在之前的大赛中也出现了好几番这样的格局，对。那就这样的定型，大家公认的看法是什么呢？这个定型应该说大家应该还没有完全研究清楚。嗯。其实右上角是很简单。嗯。主要是现在白棋在这一带是有这个拐出。嗯。像类似于这一带有加出的。所以说黑棋本身肯定是应该要补一手。嗯，好，好像看棋友又有反应说这个我们的小范的这个声音的麦有杂音，所以我们现在紧急处理一下。嗯，这个地方呢就是黑棋本身应该说要补一手，但是如果单纯补的话呢效率又不满意，所以黑棋势必会追求更高的效率，那么这个地方白棋之后的手段就是一个未知的因素。对，黑棋应该会在这代双飞燕，就是最高效率的补助又放到这个缺陷。嗯，但是白棋有可能靠断做纠缠。是。嗯，这一代因为并非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所以就只是点到为止了。是的。昨天有一盘晚猫杯那个职业业余的对抗，直白的李清晨就是依靠这一代的变化，因为获得成功是速胜王琛。嗯，对。所以说这一代好像现在是觉得白棋有一个人多一点，但是这个里面的变化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暂时不多做介绍。对，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从别的渠道就是做一些了解。嗯。是的，嗯，那像小范刚刚说到，就是在这个昨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李清晨是凭借了这个布局，就一举确定了优势。那再联想到柯洁在第三盘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一个大雪崩，吃亏的非常严重，可以说直接就拱手送走了一盘棋。那其实我们通常觉得，好像职业棋手并不容易中刀呀。是，那确实也都是小概率事件嘛。平时其实这种情况出现的并不是很多，嗯，一般来讲要首先中刀的话，也得那一方等于说得配合，就是说他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躲闪一类的，转身之类的，转身一类的。只有那个他不肯示弱，然后才会出现这种双方都没有退路的局面。那有一方如果研究的如果没有相对没有对手深的话，那才有可能出现这种就是比较难以挽回的劣势。嗯，是。好，那实战呢，白棋并不是这么选择的。实战白棋就是普通跟硬了，对，还是比较简单的。对，这样是一个简明的格局。嗯。下一手邱俊是左下角挂角。这一招应该说也是追求效率的一种体现吧。嗯。从正常来讲，就这样飞。也无不满。嗯，我觉得黑棋当无不满。嗯。嗯，因为。从这个接下来这个大场来说，从这一带挂角和从那边挂角，具体哪边更大，自己现在还并不清楚。而上方也有一个逼住了这个极大的大场，所以从黑棋角度上来讲，也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剑河。然后白棋拆二，估计会选择拆二，黑棋从这边挂。这样呢，黑棋的形势也是很流畅的。是的。但实战黑棋是想再追求一点，选择挂角。对，他应该是希望白棋如果小飞的话，这可能只是个人对这个棋形的一种喜好。嗯，就是连成一片，看上去效率呢，是撑出来的，就是说通过一手棋，等于说把两边这个孤单的一子，等于说比较完整的连接在一块，所以从结构效率上来讲。那么他肯定是
暂且速度肯定比较快，但是肯定也有它的缺点，因为速度快，所以可能两方都有打入点，对，所以具体后面效率是否真的很高，还要看后面的这个运作和经营，所以这片白棋就是飞一个，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不满。只能说黑棋直接进角和选择这种连片是个人喜好问题，对，难言优劣，是，对，但是实战呢，白棋实战白棋是反击了，从右下尖顶，这应该说也是从气势上讲反击黑棋的构想吧，是的，尤其是在这种那个大赛上，所以是一种比较正常的心理吧。然后黑棋这个高位的这个反夹，在通常意义上讲没有这个低位的双飞燕这么多。那这两个的区别在哪里？就是黑棋的侧重点有什么样的区别？如果在这盘棋选择就是低位的话，白棋估计会靠黑棋翻，拖，就瓦占吧。现在这个场合，站住，然后加一起，然后白棋可以选择这一带，就类似于这样的加工方式，这样呢，白棋在下边可以说形成了这个主导，因为白棋的子力可以说是比较多的，对，而且形成了一个可以说是不错的结构，所以作为黑棋来讲，可能觉得稍有不满。这也是他虽然黑棋还有其他种种的变化，但是可能都觉得方向并不是不如人意。对，比如说还有点角的选择。对，点角的话，局部应该说是白棋可能稍稍便宜，就是但是黑棋可以抢到这个长棋的好点。所以说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进行。是的，因为左上角有这个无忧角，所以白棋这一带的后卫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容易发挥。所以说这种下法是可以考虑的，只是可能他觉得不如实战的选择，所以实战等于说是下了一个看似不多见但是也稍稍有点必然性的那个定型。黑棋高夹，对，白棋靠出，白棋靠出应该说也是跟黑棋做斗智斗勇吧。白棋普通当然是靠出的，对，这样会形成一个简单的定型。飞，黑棋取得了下方的实地，然后呢白棋如果要完成定式，那必然要扳一手，那这个时候黑棋长，这样黑棋在下方可以说这个配合应该说还是比较理想的。虽然白棋可以加工黑棋，但是因为左下黑棋已经安定了，所以单方面要想以这个子来攻黑的两个的话，那还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像这样的这个棋形，白棋虎一个跟黑棋长一个应该说出入相当大，黑棋长完之后脚上必然会产生种种手段，而白棋如果虎一个，不仅脚地很大，而且这个后卫的这个对周边的影响应该说也是显然易见的。所以如果说白棋虎，那黑棋可能就立下，这样呢就在左下角形成了绝对的这个对白棋的攻势。从全局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黑棋在上方本来就占住两个角，然后现在白棋等于说将兵力可能过多投入在右下，这个局面感觉稍微有点偏激，不太好掌握，是的，还是黑棋那个比较流畅的运行，所以这个靠确实有这个坠入这个黑棋的预想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实战白棋是选择往另一面靠，等于也是想形成就像类似于刚才那种能够加工这样的这个定型。对，所以这个局部双方也是斗智斗勇，所以形成了实战这样的一个定型。这时候黑棋扳，黑棋出点角，这个白棋有断的这个下法，也是一个定式，后往那边长，
然后黑棋就可以把这个抢出来了。所以可能这个脚步的定型始终都围绕着双方想抢到这手棋，对，在做斗争。尤其像如果说白棋这个形状跟前面我们看的这个抱死一个那个定式相比较的话，这一带明显好像空虚了一点。今后黑棋飞一个的时候，白棋并不是那么厚，所以这个变化也是在这个局面下，可能黑棋稍稍便宜，因此这个实战白棋选择了挡，对，反击，然后黑棋爬出，白棋搬下，立，对，白棋搬，下沉这样的，我记得这个定式首先就很少见，而且以前下沉这样局面一般来讲白棋这边是有子的，有子的时候白棋跳出来这个比较严厉，这个因为作为左下的战斗来讲那可以说是一个帮衬，所以说以前是这样的局面多一点，对，那个黑棋如果还要立的话白棋就挡住，对，白棋始终要捡这口气，那不然被靠死，如果松的话被靠死就非白棋本意了，所以这个形状白棋一定会收紧气，所以这个如果是下沉这样的话黑棋立一个估计不太行，黑棋可能就打吃，选择转换的变化，因为白棋多了一个子，所以如果转换的话白棋的效率相对也就没这么高，是的，这是以前可能出现过的这种局面，但是现在因为这一代没有子力，所以说黑棋这个力就完全能够成立了，实战黑棋也正是这么下的，对，其实这个时候白棋可以考虑 boss， 这是另外一种选择，右下要有一个选择，这样当黑棋靠的时候他就当这个以后还留有一丝余味，对，然后把这个护住，并不是完全不能下，左下角取得了石磨的角控，但是因为那个黑棋本身就已经是二打一形成的局面，所以说从这个整体效率上看局部黑棋虽然稍稍得理，但是白棋这边虎一个也有所补偿，只是这个开局黑棋能够形成后卫，然后能够争到这个全局最后那个明显的这个大场，可能还是黑棋稍稍愉快吧，所以白棋实战还是选择了比较紧凑的下摆挡住，一起改一下，但是不得不说这个棋我觉得还是黑棋比较好下，从棋形上讲黑棋可能更为舒展，对，黑棋挡一下，然后拆，黑棋因为两方都形成了一个相对挺厚的这个棋形，这样白棋中央三子反倒应该是被攻的一方，所以从这个进程来看我觉得目前是黑棋比较好下，就是看来白棋在没有这个子接应的情况下、这个下法还是有一点过分，有点过分，那实战这个接下来这步靠就是要点，所以先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白棋前面这么选择还是稍微有失偏颇，接下来黑棋的比如说白棋前面比如说这个尖顶就不知道是不是稍微有点倔强，还是硬一个算了，对，当然那这个可能、都是事后诸葛亮，这个 也说不上，对，而且作为他们这个对局者可能当时也有一些心态上的、对，有气势上的比拼，对，再说这个从胜负角度上来讲这个实在是影响很小，就是可以说胜负还在关键的地方还在后面，那接下来黑棋接下来长一个，这手棋感觉也是挺独特的，对，第一感不太，就是如果普通不太容易想到这个，对，因为目前这个局面这边已经竖了一个双板凳，白棋自身总是比较持重的，但是黑棋要想进攻它的话很难想到这个点，
因为这样的双板凳去刺探人家这个位置，从棋理上讲好像是比较这种情况比较少。对，但是它的好处可能是在于就把白棋气紧住了，今后这种直接攻过来的时候，可以借助白棋的力量去帮助自己围控，可能对对方的这个压迫力较大。对，其实他长一个就等于先前拆边不拆，长拆过来，等于说跟这样就还原了，就看上去这下巴是比较俗的，但是不得不说也有他自己的构想。是的，对，所以小帆这样一倒推是觉得黑棋这个下法就有点少见。是，如果我下的话，我觉得还是想长这个。对，就这个，觉得这个太大。当然他如果这么下的话，因为下方这个间隔猜四可能稍微宽了那么一点点，但是现在并不是很怕，因为白棋自己不厚，白棋如果说这样跳呢，黑棋拆边，那黑棋可以看到这个子效是相当的高，等于说两方都走到了，不过白棋可能也会在这带侵入，那这样就会形成乱战的格局，但是感觉上黑棋并不会很怕。从棋形上分析，白棋稍微总是觉得有点勉强的，黑棋哪怕像这种尖一尖，白棋可能也要这样子的出头，这种类似于这样是，总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对跑的，并不是白棋能够欺负到黑棋的形状，至少黑棋不落下风，我觉得。所以说这个黑棋如果长一个，白棋一种就是像这个跳了大路，还有就是对选择在这一带索性交换掉算了，从那边加工，那其实黑棋也并不是很怕。这个黑棋在下方取得了实地，在左边怎么看也是黑棋的子力较多，左上又有五右角做接应，所以这个应该是黑棋有利的战斗。所以实战先在这边长，我觉得是稍稍有点问题。至少值得商榷吧，这个棋。那白棋现在是赶紧抢到了这个一只，等于说白棋也是维持了这个全局的平衡。对，因为这一招可以称得上是全局的要点之一。然后黑棋就这样拆了个边。也是远远瞄着那白棋四个字，并不急于的去进攻它。那白棋呢也是大体他先那边刺了一下，他这个时候刺还是实际还是可以的，因为今后刺黑棋有可能会反击，就如果白棋中央厚的话，那黑棋这两个子即便被断也是可以跟白棋战斗的。但他现在这个棋因为在自己中央还没有做逃跑的这个情况下，先来问黑棋的那个应手，黑棋当然就想减少白棋的借用，对白四的保持压力，这也是一种对局心理吧，所以说他这时候扎到一下还是明显是得力了一点吧。他这个大跳应该说好感觉。是等于这一下交换没有给黑棋选择，以后再点的话黑棋最起码还多了一种可能性。是，那他这个大跳的位置对下方来讲留了这个靠的这个余地，也就是有后续手段嘛，所以对这个黑棋来说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应法，因为如果应的话效率就比较低。本身补可能也就是尖一个之类的，对，就是这样忍耐的话呢黑棋应该不太满意。实战黑棋左边拆边了。我们之前也介绍了邱俊的棋风是一个相对比较喜欢下的撑一点的，并不是稳健厚重的风格，是追求效率的。但是白棋的这个大跳就是还是在瞄着黑棋下面的味道靠前。黑棋第一杆总是搬过了，那白棋这一夹对这个有点痛苦。黑棋也就只有虎过了，如果像这样但这样白棋通过这几个交压缩呢，显然这几个子就变得非常的厚实，对，把自己的形状给它整得比较挺完美的，应该说棋形
如果像这样白棋应该脱先抢一个拆二吧，对，嗯，就始终是最后一个大场，如果下面定型已经比较妥当的话，嗯，但黑棋呢非常想长出，但是现在这个棋实战也就是长出了，对，所以还是不能忍，嗯，对，再说他这个长出的效果还确实是比扳过稍微好一点，嗯，他等于先冲断，嗯，给白棋留下了这个断点之后扳，嗯，嗯，下方这个白棋确实不能扳一下，嗯，如果扳黑棋断，嗯，白棋打，是，黑棋要立一下，嗯。这样是一个大头鬼，踢掉。嗯，这样打。不打，哦、打黑白的有可能扳一个转换。哦，就是、不见得走倒着一下。嗯，单扳。嗯，好，这下确实。单扳白棋也冲不出去。嗯，这样的话三子棋经死了，下面是能够回来。对。但应该也不太好。对。所以说那个白棋这个扳下不成立。嗯。那么黑棋呢比起刚刚的直接度过呢相当于通过这个交换争得了先手，对，白棋铁路，嗯，但缺点就是白棋变得更厚实，而且跟右下连成了一片，对，变得比较完整，嗯，那现在感觉黑棋心情上很想在这个地方拆一个，嗯，对，但是下面实战它是在下方立，对，是吧，我觉得立一个还是有必要，对，有点大哈，因为这个地方有里面这个首先有断一下的断，它可能能站在外面是吧，嗯，但是也不活好像，你如果这对比如说白棋这有个子的话，如果断这个呢黑棋吃这儿的话这两个子就掉了，那你可以一路虎，一路虎当然是活棋，对，确保这儿有一只眼，嗯，但是没关系，白棋可以点吧，点我应该是，你要大飞，又粘住大飞，不过可能活还是能活，但是相当苦，就是。嗯。所以这手棋就是本身实地上还是非常的大。对，实地应该绝对有二十目，甚至估计还不太止。从如果带上后包因素的话，二十目不止。所以我觉得这一招确实还是有必要，还是想抢，嗯，因为他这个棋立完之后，这一带可能还有一些长出的味道，嗯，如果这一带被白棋打的话，因为你里面本来活就活得不是很干净，那今后动出外面就更加不用想了，啊，虽然他可能拆到这个二对这个后卫是有限制，嗯，但这被打吃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痛苦的，到底是后面的这个进行可能还要为下面这块棋的死活还要付出一点点代价，还是有点不值得，还是补一个算，嗯，还是想抢，嗯嗯，那白棋当然是就把最后的，这个，白棋把这个逼住了，对，这个，逼住当然是对，肯定是发挥右下后卫的这个唯一的这个好点，嗯嗯，那棋局进行到现在的话呢，应该说黑棋实地上是有一定优势的，嗯，但白棋这个地方到底能为多少，也是这盘棋的关键。那如果小范现在让你来清消，你会就是？其实我还是下到这个时候，我还是挺喜欢下黑棋的，因为你觉得手握这个现钞，嗯，感觉对更有把握，更好掌握一点。这个因为左边那个其实黑棋也有一定的发展潜力，黑棋并不是那种，嗯，捞的已经一点发展都没有的那种死的目数，嗯，啊，它还是今后是像这种拆边，嗯，啊，甚至现在就拆边也能考虑，就是再等一步，嗯，看白棋怎么扩张，白棋如果什么这样的话，嗯，黑棋一方面可以在中央找位置清消，还有一方面哪怕直接深入也留下了种种味道，应该至少可以留下一定的便宜吧，嗯，是，不过小范这个下法太狠，嗯，感觉你要再从里面，所以说从正常来讲还是直接清路算，我觉得从这先碰一个，嗯，看看白棋应对吧，嗯，问白棋态度，嗯，如果白棋像普通这样搬，嗯，如果一个简单一点的下，这一出
这样的话就是争取把头出场。嗯，因为付出代价其实并不大，右下本来这个目已经可以说不多了，尤其这边还留了一个跳，所以即便让白棋再加厚一些也是没有关系。嗯，对。嗯，如果白棋下班，那黑棋反扳，感觉总是有棋下的。嗯，白棋吃。嗯，对，如果吃外面，外面大吃嘛。对，棋就对大上去。嗯，这样反正外面如果走了子力较多，那前面这种长可能都有这个限时出动的这个可能性。嗯，当然了，白棋除此之外。我猜测可能他会担心人家逼过来，逼过来，但逼过来的话，等于说脚上今后点脚应该留下了一定的味道，包括这种痂，应该说里面变得不太干净。对，而且这时候我再抢那个，可能稍微就比先前要好下一点。对，因为这样的话，白棋这个好点就差点，不像前面这么极端了。就嗯。所以这是一种这个破白棋、限制白棋的思路。是，实战它并没有这么想。实战尖冲，对，尖冲也是长形。嗯嗯，但是这个形状呢，就留给了白棋一个比较经典的好手。就拖。对。拖确实是常用手劲，也是非常实用的。嗯，所以说在这样的局面下，也值得这个广大棋友所这个记忆和学习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形状，就是说自己子力较多。嗯，但是呢，因为尖冲它本身的用意肯定是在于让你贴，或者让他希望你跟着他走。如果贴，他就长。嗯，贴。对，他就顺势。嗯，这样呢。作为黑棋来讲当然是满意的，因为他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清消白棋，这白棋的空中跑到二路去了，那黑棋当然是很高兴的。是，而且这个后势对着黑棋，我们之前说的这种铁头坚固的这个脚控，白棋确实是一筹莫展。嗯，所以说那个白棋如果是爬，同样也是凑着黑棋的步调。总之尖冲因为双方子力离得较近，所以白棋如果正面的去跟黑棋做这个接应的，就是跟他近身的这个作战的话，总是难免会被对方借着劲走。那从清消的和那个打入来讲，就正是这个和黑棋所比较那个希望的这个下法。对，所以白棋等于说从别处那个试黑棋应手，应该说正是好的时机，应该说在这样的局面也是非常一个常见的这个适应手。嗯，黑棋实战是虎的，也是最常见的下法，被白棋夹住。那这样呢，白棋虽然眼见不去那个理黑棋这个子，但是因为这边顶打等于说是有先手，对，这个被挤太大了。嗯，看成这样的话，对，看成这样的话，等于说白棋已经很自然的把黑棋分断。嗯，并且包住了黑的右上角，也形成一种合围的这个态势吧。是，而且这个情况由于黑棋的子在这个位置，这个断点可以说几乎等于不存在。对，就是你没有可能断。对，你不会是做这样的交换。是。那么如果我们把形状看成这样的话，那黑棋这个点的位置就有点尴尬。是。所以也是白棋这个拖非常好的一个原因。嗯，对，可以说恰到好处。嗯。但黑棋如果不虎的话，他可能不虎只有接住。嗯，但接住确实非常痛苦，一般下不出手。对，等于嗯，白被黑棋从目数的角度上是被白被便宜的。那白棋无论是再就算再像刚才那样啊顶也可以。嗯，对，就像这么下，因为这目锁的可能已经一个贴目以上了。嗯，因为今后爬了搬粘都有可能先手，在死活的角度上来讲，所以这个。等于说对这个子的进攻已经从侧面取得了一定的利益，那再这么下那个等于说白棋心态好多了啊，之后只要稍微再攻到一点利益就可以收手。嗯，所以黑棋还是先要撑住，嗯，然后加。嗯，因为黑棋不想形成就像刚才被打回去的局面，所以黑棋先鼓了一个。嗯，这样做成一个结征。嗯嗯，然后
后再简冲这边。简冲这边，嗯。怕，嗯，怕。不得不说，这边的腾挪确实因为白棋较厚，所以黑棋确实不太方便。嗯。嗯，我觉得白棋也正是从这一带慢慢的获取了这个局面的主动。是，但具体黑棋到底应该怎么下呢，确实也不好说。嗯，可能刚刚的这个尖冲也许会有更好的选择。嗯，还有就或许刚才哪怕就粘一个，还是忍一忍，忍一忍算了，脚、哦、上的还便宜点，但是因为现在这一带比较关键，还是为了这个子的处境着想吧。嗯，就是尽管局部吃亏，但能保持全局的平衡。嗯，是。现在黑棋的就是有点苦恼，中间该怎么制孤呢？嗯，是，尖冲了桥。嗯，在这边形成一个形状，你说这棋形有一定的面，那么它的眼形相对也好找一点。就白棋顶打，顶打应该说厚实，并且让黑棋右上角的目可以说是有了明显的缩小。嗯。这棋首先黑棋不可能粘，粘太痛苦。那这个后实战后来是粘，但是因为后面没有特别大的可能，就是没有特别着急的要下的地方。现在如果这个劫肯定是不能考虑，这个等于说等于让白棋再攻一手，这个显然太困难了。这边三子不管白棋怎么攻，这白黑棋太危险。嗯，而黑棋只要这个不粘着白棋，今后接着提，黑棋依然等于说是做那种特别难的抉择。等于黑棋硬的话，目数等于说是承认被白棋先手便宜。嗯，如果不硬，那进一步又有大事。等于说，在自己比白棋自己比较厚的局面下，白棋这种步步紧逼，让黑棋是非常那个棘手的。是的，但黑棋现在也是腾不开手来处理这个问题。是，所以还是要中间制孤。嗯。但白棋就继续一边攻击着黑棋补强自身。对，这黑白棋逼这个是好位置，因为本身刚才我们就说了这边有长出，所以他这个把这个黑棋一方面的这个好点给占住，还有一方面把自己的弱点也比较好的这个防护住了。嗯，这围棋诗诀里面有一句叫攻比固我，就是指的这种局面，就应该说是很好的对这个黑棋保持着这个压力。嗯嗯，所以黑棋不知道这个点的位置啊，是不是往下一路。 嗯往下一路白棋再这样走就没这心情了吧。是，但是呢，如果不走的话，这始终还是一个问题。长，但是我长的时候他也可以加也让我吃三，但三个很大，至少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从这个实地上给对手压力。嗯嗯，等于说这个可以考虑，不过我如果走在这儿的话，白棋就有可能从那边攻过来。这只是一种猜测，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走更好一点。 嗯但确实像刚刚小范说的，这个弃子也是黑棋担心的。可以现在往前跳。嗯，那白棋如果顺势攻过，对，那黑棋就赶紧跑回家算了。啊，也就是一种选择。嗯，对，应该可以考虑。嗯，但是这样他还是想更侧重于上面一点。对对对，上方这个出路可以说更为宽敞一点。嗯，对，但白棋这个好点，黑棋不舒服。然后横跳，嗯，横跳，嗯，然后这白棋的这步提劫就是还是要让黑棋上面有点痛苦，因为白棋现在黑棋等于说摆成了一个类似于像马脸这样的这种棋形，那个应该说有了一定的弹性，这个时候白棋再进攻可能有点失去方向。目前白棋这样贸然进攻，黑棋就顺着白棋走，一旦这个你如果一定要强行封住的话，黑棋可以通过像这一类的这种纠缠，可能自己就能比较好的整形做活。嗯，那这个一旦黑棋直接做活呢，白棋外面即便走一排其实得利，目前这个局面得利是不多的。
啊，黑棋那边也有子力了。尽管对黑棋左边这个阵营有一点影响，但是应该说收获并不是很大。黑棋毕竟把白棋右下这个赖以这个跟黑棋争胜负的这个争胜负的这个大本营已经是洗劫一空了，基本上。嗯。所以白棋目前要取得利益还是不能心急，他先从这边提，等于说已经取得了一定实地的收获啊。如果说今后这个被打回去的话，那收获已经有十五目棋左右了。那他这个等于说提一手让黑棋补，黑棋也不可能一手棋就能够把这块棋完全安定啊，相对反而是以退为进的一招好棋。哦，也就是说可以理解成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进攻一块形状已经比较有这个活棋弹性的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通过别的地方慢慢施压，保留这个变化，并不把在侧面可以稍微的取利，那个慢慢的追上先前实地的不足吧。对，那白棋提之后呢，黑棋当然不会马上跟着粘，但中间对选点。当然黑棋确实现在也不知道往哪下。嗯，黑棋打个普通就是这样，就很看上去蛮呆板的，这样跳一跳。嗯，也是一步棋，但这个对白棋是没压力的，等于黑棋走的是单关。那如果这样白棋不知道开劫，现在劫财，开劫其实下方也是有劫财，有两两到三后面有点损。嗯，但这劫一旦打回去，这黑棋的目已经没什么领先了，因为这十五目棋丢这个已经，而且白棋还厚，对白棋有可能开一些。所以黑棋如果被打回去的话，那黑棋还不如就算了，吃亏算了，忍了。嗯嗯，所以这个棋黑棋确实目前处境不太好。嗯，就黑棋中间等于他始终还是，他如果不肯补的话，他就要保证这个劫轻不能被打回去。对，那他在行棋的过程中就要注意自己的后，稍微有点进退两难的感觉。嗯，虽然这边忍耐的话，我觉得可能形势也是挺接近的。那个黑棋毕竟先前实地有领先，所以下是能下，但是他确实有种进退两难的这个感觉。嗯，但是实战肯定是有点过分了。黑棋实战飞一个，他的用意是希望就是这个地方呢，如果白棋非要这三个子的话，这个等于是先手。嗯，但现在的问题就是白棋这三个子可以考虑棋子。对，白棋关键是三个可弃可取，还有一点就是说黑棋的主要目的可能还是牵制他开劫。嗯，那这样这今后是不是黑棋长一个都能有的时候都能够当劫才用，所以说这个眼下确实是牵制住了，白棋确实不敢贸然打劫，但白棋把这劫放着不动，黑棋也没什么办法。嗯，但是因为这招棋形本来是不对的，所以就被震，这个就慢慢就形成了我们刚才说黑的形状散乱的那个局面。嗯，对，这被一震之后，黑棋自身如果想整形的话，就直接来顶啊之类的。对，就这种。但这样的话就顺势让白棋把下面就补住了。对，他这手棋的目的没达到，跟你说。嗯，所以黑棋实战长。对，实战其实黑棋的姿态还是很拼的一个状态。对，黑棋在这边留了个吃三个的这个手段，等于说从实地上又稍稍得了一些便宜。嗯，只是就是右方这个棋他也是并没有在里面防断，而是继续往前突围，还是怎么解释，就是继续往就是效率高的地方走嘛，就是。嗯，那黑棋难道就真的不担心像实战的这种手段吗？因为觉得黑棋如果说长一下再顶回来也算是一个调子。嗯，是也可以这么说。嗯，这个就不清楚他的想法。嗯，那总之感觉从这盘棋的进程来看，确实就是他的棋风就不是这种稳扎稳打的。嗯。
总是会下的比较追求效率，但是同时这个时候自身就一定会有一定的漏洞。那实战他又要追求他想高效率的直接跑出去，是那白棋忍无可忍，对，白棋靠断，就靠断，这机会本来也就很好，因为其实没前面那两个的时候，白棋直接就可以考虑靠断，这边真子有不有利是没有关系的，对，因为白棋可以反打的，对，但当时他这个没走，当时这两个因为没交换，没交换的话，这个从这边长出，黑棋好像这边也有搬一个这种味道吧，从那边长，白棋的联络也稍微有点不清楚。总之，白棋那时候还是有顾忌，而且也没这个直接冲击黑棋的必要，说不定还会被黑棋转身等，也有可能。所以说，他这个先正一手，已经做过这个交换。黑棋依然无视这个断点，那白棋只有冲击了。对，那下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中午封盘。是。那我们这个休息了一个小时之后的下午续赛呢，依然有一个现场的画面，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这怎么感觉一阵风一样的跑进去？是，你感觉是压热点到的。对对。那看来可能是应该时间比较紧张，时间这边是看不着计时钟，对，如果镜头再拉近一点可能还有希望。感觉上我从网上直播看应该还是秋训时间用的多一点吧。从表情上看，两个人也都很比较凝重，对，都很严肃的状态。看这个地方确实非常关键，是这个战役应该说是要影响那个之后的这个局面。确实，这个刚刚看到牛哥的这个速度，有一种去参加百米跑步也是不错的。感觉就是从镜头里一阵风就出现了。当然这个棋还是要看黑棋经过一个中午的思考会怎么样处理，能否这个化险为夷。不过这个看到这个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好像从双方的这个坐姿来看，都觉得棋盘是不是有点矮，就是感觉双方的这个都要特别前倾，然后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应该不是特别舒服的姿势在棋盘上。那可能你观察的比较仔细。对，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看到很多比赛哈，好像大家都是这种状态，那也就是有一些讲究这个棋盘的高度还是。那这个我不太懂，这个肯定那个经常主办大赛的这种单位应该比较有经验一点，到底桌子高到多少合适，还是或者棋盘离这个棋手的间距到底多宽。对，当然这都是一些稍微也是可能有点影响的，对，对棋手来说。但这个是棋外的因素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赶紧看一看，经过了封盘的思考之后，黑棋到底怎么处理。虎一个。对，然后白棋冲。断它。这几步都比较必然。然后跳。这个黑棋的这个看起来就是想看清外面。这两个字这肯定不是很重要，黑棋只要是借助了白棋这种气境，或者说能够把自己在里面的这个眼型整好就可以了。还有现在这步跳，
就本意可能是让白棋也比较难受吧。嗯，因为这边有个吃，那白棋如果要补断，这边总是希望能够两边都补上。对，两边兼顾。嗯，但事实上实战白棋就是打了一个。嗯，而白棋黑棋确实拿白棋也没什么办法，不得不说这吃是不容易发现的一招好棋，还有点盲点的味道。我不知道黑棋到底是不是就是先前就知道是会这么进行啊、嗯？对，因为这跳了被吃了，好像确实还是有点无趣。那现在黑棋如果是这样打断的话，嗯、对我第一眼看到这也以为打一个打死了，嗯，但是有问题，嗯，真是。对，这个黑棋结束，嗯。这边如果被白棋冲出的话，黑棋满一棋。嗯，对，黑棋要挡这边，这边被断，这黑棋同样也是棋不够。对，就是可以看到，刚好从这个地方被白棋扳住，嗯，就拐住。嗯，那、我还是白棋。对，就把它扳啊，这个应该也看得比较清楚，就打出来这个被拐死了。是的。所以这个确实被白棋扛住了。嗯，不过黑棋这个跳也是有作用，毕竟为自己的这个棋的这个作用来讲还是挺关键的一步。嗯，那么这个吃不成立，黑棋就还是需要做活。嗯，黑棋右边虎下。对、嗯、这招棋本来空也挺大的。对、嗯，而且也是目前整形的唯一要点。嗯嗯，然后白棋团拖一，嗯，拖一个，虽然形状看着不太好，不太优雅，但是在这个局部肯定是对于就是攻杀黑棋来讲，应该是一个要点。嗯，如果黑棋退，下面再刺，嗯，这样的话，至少眼见黑棋还没看见怎么摆出两只眼来。嗯，所以这个团可以说也是挺巧妙的一手。对，嗯，所以还是刚刚的问题，就上面有一个劫，黑棋也要始终要小心。嗯，然后黑棋尖，等于他就他等于说这三子也就不准备要了。对，他没有尖，他先压，哦、对，压了一下以后提的劫。嗯。压了尖的，啊、哦，我晕，就觉得怎么还能踢死尖？那个，这个，他对这三个看得比较轻，等于说也就承认这一带或者有点损失，嗯，但是拉长战线。对。那白棋现在也没有去吃，白棋把这头拐了。嗯。这个点确实非常重要，白棋如果只是就是拘泥于这一带的话，嗯、那。当然这黑棋没有活干净，但是已经有了、嗯、基本差不多快活了。如果交换完之后这边被压过去，那么可以看到左面这个黑棋的形势也是相当的好、嗯、它左边这个应该会有产生相当的潜力，那么黑棋这一带付出的损失就完全值得，因为它本身这一带就是白棋的这个阵营嘛，那黑棋就是付出点代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嗯，所以白棋现在把这个拐住，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招，因为走住这个点，黑棋四个子的棋也很紧啊，今后四个也会成为黑棋的负担。 嗯， 嗯，所以这手棋可以说是消长的要点。嗯，这时候他提起来了。对，黑棋。嗯，然后白棋再吃。嗯，白棋吃，因为黑棋还是觉得右上角不能被那个打回去。嗯，对，我们之前分析的，如果说被白棋打吧，黑棋坐回去，那这个目数的损失还是太严重。对，宁愿这个被吃了，也不能那边被打。嗯，那这样的话呢，等于接下来黑棋在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个妥协。嗯，他接住，等于说其实也侧面应该也接应到这一段，白棋杀他应该没有什么可能，这边有断点。嗯，所以白棋跳一个，那、嗯、顺带白棋把这三个吃了。对，然后呢，黑棋要把这些交换掉，避免以后出现这个强杀的时候走不到。嗯。然后黑棋在那边冲了一下，嗯，挡住，嗯，然后再脱线，啊、嗯，这就是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那个
对形式的时候那样的局面。那根据当时的判断还是觉得白棋更好下一步。因为右方这个棋确实人家侯一个还是先手，肯定是先手，甚至这边还有刺，好像就是黑的不太形状不太清楚。对，这边有这个便宜的话也是相当大，他今后右下角大致肯定能判断十来目棋的。所以现在黑棋跳，一方面跑出四个，一方面扩张左边的模样。对，白棋飞，这个也是好点。对，这个确实黑棋是在拼搏，黑棋这个尖冲，当然眼见的就希望白棋挡，这个理想顶，把这个扳住。如果这样下的话，我觉得这个形势一瞬间就逆转。对，这个眼见的就你要感觉这三排三排长的木，那当然是虽然这样走不能保证里面都是空，但是就是黑棋肯定是很有机会的。这个对白棋形势反倒就未必就一定特别有利。对，因为白棋等于是后上加后，那白棋不能这么退让。那是，所以白棋跳出。对，黑棋挡下。黑棋这个挡下呢，等于说下的比前面普通的拆二效率就要高很多。拆二对里面白空的影响还是不大。等于说这个尖冲这个挡住，等于说碰伤了白棋边上的这个子。白棋继续往里。然后黑棋中央这个地方有一些保卫联络。刚才我们左边是给黑棋判断了三十目棋。现在白棋呢挡下去之后，这条边肯定是没有，就是长白棋黑棋还挺薄的。对，但是黑棋也破坏了白棋一定的目数，刚才给白这边也点了三十目棋，是把这里的空都点成白棋的了。所以这样的话确实黑作为黑方来讲，现在因为形势不利，所以确实应该尽量多的这个寻求变化。让我看到实战后面的进程也是好像也是沧海桑田。对，非常刺激。接下来白棋挡下之后呢，黑棋我觉得如果说他对形势很有自信的话，他就可以考虑更稳健一点的下法，就跟着硬是吧。对，就补一个。但他实战的这步就是还是要继续先追究白棋，追究白棋胜在取利。挺狠的下法。是，可以看到这个牛哥在逆境中这个拼搏还是非常顽强的。白棋点啊，先去交换棋。点这个只是他对棋形的一种感觉吧。他也未必看了很多，但是感觉上自己应该有利，因为这个棋头绪很多，双方要想计算清楚应该不容易。但是从这个棋形上分析，因为这边有靠断，这边有靠下，可以说白棋下来也挺狠的，并没有因为优势而寻求稳妥的这个控制下法。对，这个应该也是非常积极的下法。对，因为这个不管怎么说呢，毕竟是有风险的，像实战黑棋这样。对，黑棋关键是黑棋好像无路可退，黑棋没有办法防守。对，黑棋没有防守的点，难以兼顾两个问题。对，这边有问题，这边有问题。对，黑棋只有反击，想办法把那个白棋一块这个吞进来算了。那白棋贴，黑棋继续挡。可以说这一带的变化。等于白棋他就是基本上他这个贴一下就是他认为这里面肯定有棋了。是，然后等于实战是先在上面做了一下准备工作，把自己再走走后，避免黑棋有尖的一些先手。就是稍微等一会儿，我们先捋一捋这左边什么棋。
是。在打入前，捋一下。从这个后来进行应该能看到，等于说这边靠下去应该是白棋可占，从这个局部来说，嗯，黑棋力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拐一个，嗯，就这样的局部，后来黑棋是拐了中央，嗯嗯，如果说是虎这个段的话，虎这一带的话，可能这边顶一个是不是也不好对付，嗯，黑棋好像形状棋形的连接确实很有问题。嗯，如果顶这个被挖一个，白棋就回去了，几乎回去了，那就是。嗯，这边搬一个还七七。对，不等于白棋挖也不妨碍这个还有搬的位置，嗯。对对，挖粘应该黑棋就很难。但是现在白棋因为这边叫薄，这一招可能还没有那个直接的这个。黑棋白棋等于说还没有直接看清楚，不过其实这边像这样黑棋也不清，对，这个只有冲，这边还有扑呢，这样看，如果是这样，嗯，好，嗯，黑棋这个地方，嗯，黑棋总得把白棋断，对，得先断一下，啊，不过黑棋断了，黑棋自己就就没戏了，对，所以说黑棋确实是不行，但单冲那个也已经不行，单冲被堵住也死了，所以说其实这边动手的话，这棋确实是黑棋比较困难，换句话说黑棋要想维持局面必须揪住白棋这边四，嗯，也就是说他是不是还是担心先拐黑棋有没有可能对急着把这边四个先分段一类的手边，哦，虽然其实黑棋也不是一定就有什么手段，但是他如果能在那边多走几个子那总是好的，他趁这个时机如果能够把自己加厚，那当然总是有这个更有把握一些吧，嗯，但是就是白棋的这几步呢，如果单从上面来说是比较卖味道的，所以感觉从这个姿态上来看，白棋对这里面的手段还是很有自信的，是，因为白棋就基本在准备在这一带动手。嗯，那么白棋实战是做了一个准备工作。嗯，然后就出手了。嗯。那有了这些接应，当白棋拐的时候，黑棋显然这个侯就是不成立，嗯，所以他连中央拐回。嗯。拐回，因为白棋如果直接扳断，这边还欠着一个吃，那白棋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在中央划一手，那被黑棋只要连回去，对，白棋就度过。所以这个下方这个肯定是绝对要白棋先飞下去，然后是这边黑棋两个断点形成剑合，对，白棋必能走到一个。嗯，那黑棋先尖一下，尖。白棋退，嗯，黑棋也退，嗯，把这个落点先补住。如果黑棋就是选择联络这边的话，它是这边的收气杀气不够吗？白棋是不是可以先点？对，可以先，先飞，它也不能搬吧？搬你可以靠，嗯。我先飞好像还是稍不太稳妥，那就直接再看一看。但我感觉直接靠，觉得也有把自己撞进气的心。那，嗯，你可以虎断，嗯，那就直接虎断，可能这样就够了。这样，嗯，你只要这块棋别被吃了，应该就行。那毕竟黑的空不是都不见了吗？那黑的这边当然是破了白的空，那，嗯，自己的空都被白了吃了算了，应该是不行。
先可以看，我们可以看一看。嗯，这样黑棋通过这个呢，等于这边先手阻断了白棋，嗯，因为有这个白棋，飞下要分断白棋，对，然后黑的可能对只能这样分断，嗯，白棋可能先不冲这个。那白棋要想国棋并不难吧？嗯，他，但他是用哪个棋？他断这个拐子先。白棋其实眼镜的这个断了这样。嗯，已经可以看出是个结果，当然白棋应该不会这么下，这活法实在是太委屈了。他哪怕是这种加，这个这边因为有结针，所以黑棋应该也不吃心。嗯，一旦形成打结的话，这边应该是劫财，这块黑棋了，肯定会给白棋留下那个很多这个大的劫财，包括下方。而黑棋能找劫财的地方应该是没有，因为黑棋可以看到这个，如果要硬杀，甚至白棋还能多加一下，所以黑棋实在是太勉强，这黑棋确实不行。嗯，这个追杀不说，白棋眼型已经很好，而且就是以这边的结针来讲，黑棋也不能输，黑棋一输那边脚上等于说几乎有点全灭的感觉。嗯，而且从全局的劫财来说也是白棋占优，对，白棋更厚，黑棋薄的话，嗯，这个打劫就太勉强，所以黑棋等于联络这边是不行的。嗯，但他实战呢就选择这边，联络这边也没有办法。嗯，白棋搬，黑棋断。对，不过这个局部倒是可能还要再看一看。嗯，这局部黑棋加一个是打劫吧。嗯，如果白棋是白棋，如果团就形成打劫了。团那如果立的话呢？黑棋不可能吃，把这吃了。这样白棋呢，挖着。挖我可以挡。对，黑棋如果吃这个，被白棋从这儿收，应该是。也是打劫是吧？对。但这个打劫，嗯。但主要黑棋可以这样。挡一个好像。是有眼杀瞎吧？对，这个白棋因为这个地方他要收内棋，所以说他如果加一个白棋只有团，那这个局部还是打劫，那黑棋确实只有这么下，只有这样，这个可以说棋局还比较混乱。嗯，比较乱。而这样看的话，白棋前面这一带这个准备工作也确实是需要做。嗯，有必要的。嗯，不然这个形成打劫那边就肯定要比实战这个棋要危险的多。嗯，那实战黑棋是没有先在这。不过这个打劫，半金后那个开劫的时候，吃提，一旦被白棋解消的时候，对这边龙是有接应的，所以黑棋稍微也等于说为攻杀这边那个增加一点难度，等于说。嗯，等于黑棋就是不能直接开劫，然后拿这块棋当劫材，就是他需要找到非常恰当的劫材。是，所以这个地方他就先放着没有走，还是要先把白棋分断。但从这个趋势上来看，嗯，觉得现在怎么样？就趋势上看，觉得还是黑棋勉强吧。首先是他这样杀的话，那么这边脚上要被夹。这个被夹肯定目数也受损伤，嗯，所以说大家那个目数那个所获和那个应该是最多差不多吧，这个黑棋没什么便宜。嗯，黑棋那当会要拼这个劫，一旦如果白棋这个棋活了，那白棋就纯粹跟他打这个劫的话，白棋应该就立不败之地，白棋可以找周边的劫材，所以黑棋还是稍稍吃力一点。嗯，而且这块棋自身如果说白棋都是好的话，那自身对就等于说这个劫打的是黑棋这整体。对，而白棋这一块确实未必不能死，周边这些转换黑的都必须赢。对，至少这两枚和，嗯，可能这三枚都是绝对的。这边有一堆这边，嗯，所以可能还是觉得
黑棋要勉强一些。黑棋虎后面来进行，后面进行怎么感觉？后面怎么会进行？进行的感觉，白棋挺拼的。白棋觉得自己气快，后面。对，我们看一下后面。看后来的那个黑棋虎。对，其实白棋这个时候其实这边那个其实并不是太重，白棋直接加它就是了。白棋就像刚才所说，只要把这块棋这个一做活，单打这个劫白棋不怕啊。像这边黑棋别说吃也吃不掉，这些应该都是小问题吧。就所以说黑棋白棋如果单加的话，可以保留等于说这一带冲，今后再冲，对，冲断白棋这样。不仅眼型好，而且黑棋气紧又留下了结针一类的，那黑棋是很困难。白棋下的更特别狠。对，白棋下的特别狠，但是同时对自己也是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就像刚刚说，如果白棋直接走的话，感觉活的概率就把握更稳健一点。感觉是肯定活了。对，因为它实战这个交换呢，毕竟是让黑棋的这个地方断的余味变得，而且是这边可能少了一个子，对，压迫小了很多。但是黑棋弹性确实依然很好。对，这也是说明就白棋对自己这边棋的一个自信，很自信的应该是。也许可能这也是这个翻棋的关系，就他可能白棋是有可能再从这个棋要赢你赢得更狠一点，因为他冲完这个确实得走，不然黑棋这个贴，就如果你比如说我单加啊，贴了一加，这样我只能吼。他吃里面，这被包一圈之后，这边都是断点，等于说白棋整体都薄了，也要可能要死，所以说白棋这个冲完之后确实是要下。贴回。但是当白棋加到这个的时候，黑棋还是眼见的不是特别好杀。是，黑棋先做。黑棋一旦被白棋走到这个暴打的这个点，不管采取何种方式，这个白棋应该做活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对，所以黑棋先交换了一下之后呢，还是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黑棋把它立了。对。白棋接住。这样局部呢，白棋确实是个死棋。对。白棋等于说那个后来实战考虑的是跟黑棋这一块对杀。黑棋贴。接下来黑棋拐了尖住。局部来说，白棋的眼位并不够。是。看下实战的进程。因为之后白棋是想用这个拐了扳，所以他这个扑就不便宜。没扑，他气，他已经想着跟这边对杀了，他扑有可能气不便宜吧。因为从白棋的立场上，白棋可能双火就可以，所以他这种白棋确实是对。对，他等于是撞气的，反而撞气。通常我们是觉得扑气会好一点。是，不过你这个扑，你不能肯定气一定会亏，你好像有些劫的那种一些因素。只是让白棋粘一个正常吧。粘一个，他既然准备拐，粘一个应该没什么。然后他尖了一个。这个时候黑棋还是说直接开劫劫财并不是很有利，黑棋可能依然没有劫财，就像刚才这一带肯定不能找劫。这是自己突围杀不了人家，他这个只有找这一类的劫财。可能也不是劫，因为他这个劫打完之后被提过去，自己也损气。是，那白棋现在这个棋局部等于说是个打劫活，局部这一顶是个打劫活。黑棋只能说借用这个连环劫是吧，或者说有这个。那白棋能不能，那黑棋还是白棋你说直接做活，我白棋现在不知道这个气有没有关系。对对，有没有关系，就这一气我敢不敢卖。
好像这一题有点关系。嗯，如果我说把这下交换掉了之后，就打了接上嘛，就把这打掉了。嗯，接上。嗯，这样白棋这边是活，但是这个粘住白棋是慢一棋吧。怎么说？你就是立一个，嗯，冲了几，就冲了几步吗？这样，嗯，这样是白棋四棋黑棋棋，这个就不熟，啊，不能熟棋。他后面他打了一个其实没有关系，就白了有个不如棋的，嗯，就从后面收，从里面收也行，从贴在这收也可以，就白棋扑，他就挡住，确实黑棋快一棋。嗯，所以说白棋直接做进活确实不行。是。所以当黑棋团的时候呢，白棋是先把这个地方补干净。嗯。所以从后面来看，他是准备跟黑棋杀气，但是他这个地方是都一切尽在他掌握算清了吗？还是感觉上走一步？我虽然现在还没数过气，嗯，但看样子好像是白棋，就白棋有利一种感觉哈。嗯，就因为黑棋要想杀掉白棋太困难，感觉黑棋眼白棋有一只，黑棋要说，尤其左上角它还有很多尾巴，感觉不太好弄。嗯。55，他56确实是走这个的。对，补助。嗯，这个时候，嗯，哦，他左下好像还是有点问题。啊，57是打的，这个打应该说是下的挺好。嗯，左下好像还潜伏了一些小的手段，后面跟气有关。嗯，他是先打的吗？还是后面打？是先打了一下这个，没错。不是，差了十手棋，看错了数字。对，我就他好像先在上面。哦，他先破眼。我觉得，嗯，虽然说刚刚分析，如果说因为白棋有眼了，还有攻气的情况下，嗯，如果在这儿没棋的话，肯定是黑棋勉强。但是似乎这个没棋的话，单上气是黑棋至多撑死双活吧。对，好像还是被杀的可能性更大。是，所以就是这个地方最后，嗯，有没有什么？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后面好像黑棋是在左下角做文章。嗯，我们看一下。现在白棋拐，这个重要，但刚好别被黑棋夹着。先挖了一下吧。嗯，先挖了一下。嗯。黑棋搬。嗯，不得不说，就是最后现在这个局面可以说非常精彩，几块棋混杀绞杀在一起。嗯，但这样想的话，会不会觉得白棋其实下的并不是很简明？是，嗯，就不知道他如果看清了，那就说明是说对一切尽在掌握。但如果下的就是会有反复的话，对。是，就是说前面冲了尖没对，就是如果单加就是了。嗯，单加黑棋好像就是不能，就至少给自己这边顶一个，留了条后路。嗯，对。当然我们还是要看到底是这个柯洁经过精准的计算。这个挖，这个黑棋确实不能吃这一边，嗯，白棋接住，粘着白棋断吃，白棋把这一片吃了，黑棋把那吃了，肯定也是远远不够。然后挖那个也是收棋中的常用的一招，嗯，这个肯定黑棋打是，然后现在白棋是退回了吧？对，嗯，然后粘上，粘上，嗯，然后白棋扑了打，扑了打，嗯，吃，嗯，好，后来黑棋就是从左边开始动手了，这应该是最后的变化，现在先。看，如果黑棋就最简单，嗯，白棋把这团住，对，团黑棋比较吃，嗯，把那个搬掉，嗯，然后可以白棋收棋，嗯，这感觉白棋确实气快了很多了。嗯，就是有三口左右，感觉快了。
对，两三口了吧，应该。如果不考虑里面因素的话，这个那个黑棋是绝对不行的。那就从这个来看，黑棋如果粘，是不是白棋就可以补这边？是不是也可以确保？估计也是。他做眼的话，你就走。对，我就因为你要吃我，你总是要守棋嘛。对。那可能你基本对，应该就黑棋可能有这种担心，是吧？对，就是怕万一这个被白棋补了就没机会了，是吧？对，黑棋如果现在粘，可能担心白棋把这儿削干净，这样的话他吃不掉白棋，这个目数显然就无法抗衡。对。但是，所以在这个白棋打的这一瞬间，他这个地方先保留一个结征。之后这还没有走，然后他在这个地方，他是一路打这个，对，不过打这个白了可以立嘛，立的话立不行，立他吃这个啊，立也是打劫，对，一样，那判他不如提提这个打劫，白棋可能还是对白棋有这两手棋，然后打一下，然后再把这个打。七十一。这个地方，这地方白棋如果以后忍回来是什么？忍回来黑棋是就当下上。黑棋只是做了个眼。对，就是说，如果白棋现在当自己劫材就不利的话。那么以后基本上看成应该是黑棋就这个先手，对，这样如果再不走就锦棋劫，那如果白棋补住的话，黑棋通过先手做出一只眼之后，但是好像黑棋也不一定行，是吧？就是但黑棋确实是比前面处境好了一点，左边多了个眼，而且气可能稍微的那个，但是因为黑棋必须杀白棋，如果粘一个下成双活那是不行的，是吧？所以而且这棋好像也是白的较差，就黑的如果还要这样帮劫，然后寻找这个本身劫，那黑的很累啊。对，就是说等于局部等于对局部黑棋，这边没有这是之前收气的一个字。那这样就不行，这样等于这样是锦气劫，那白棋就不会忍。我就觉得怎么就应该不会这样，我靠，这黑的太吃力了，因为这个劫还带响嘛，所以刚才一个子没收进去这个差挺多的，那所以说白棋就是不能忍，白棋不会轻易的粘回去，因为白棋对自己有一个两手劫嘛，他这个现在等于说就是白棋如果普通靠那个提劫的话，那黑棋提劫白棋却未必行，白棋把这连回来，这个被吃了，那白棋无所获，是吧？对，而且这个地方黑棋都破进来了，又得理。其实把这个拖回来，其实木也得再点一点，因为把那脚破了，所以说可能也能够收，但是这个显然不应该是白棋首要考虑的。对。现在正如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黑棋走这个，白棋把这劫一消，就把这边建和就行。这白棋就胜了。所以打白棋提劫，然后白棋是断一个，也七十三打吃倒劫，打完黑棋大概没什么劫材，大概去别的地方没劫材，它只有靠本身。对，因为黑棋粘不是劫，被白棋一削就没东西。是，就提白棋断这个。断这个，所以黑的不能硬了，是吧？然后黑棋继续提。继续提。白棋开上去。白棋开上去。这时候我们先看看这个打回去什么呀？先看看吃回去什么情况。吃回去的话，粘上。把这个打，这个应该说这块活了，所获也很大。可以把这个消了。那白棋这一退还是？退一个黑棋还没活是吧？这次怎么？四五六七。本身局部。这样白是，本身局部。就靠这边活对，就是拱这只眼，靠这边有点它活大概能活，这样先看看木，如果算黑棋活的话
确实。这样的话是怎么样？应该也是摆好了。嗯，还是摆起。盘面胜负吧。嗯。而且这个活其实都没有完全的那个走得特别清楚，这边还有一个结呢。就像我现在不硬杀他，他如果就直接走我这种挤，他后面都不敢要，那盘面黑棋不会赢，盘面都不够的话，那黑的也没什么胜了。实战白棋不是这么下的，对，白棋开劫，等于不他对他等于打完之后他不满意，直接补回来，这样的。因为这个劫还没被解消，对，所以他又去找别的劫。他找断这个，黑棋消劫了，对，黑棋把上面消掉，黑棋肯定三个不能被提，这个没有，但白棋把这个吃了也是，下面缩获一条边如果量化成目数的话，出入就这两条棋有差了多少了，这又是五目之七是吗？这个十一十二二十二三十二四十二四三四四五十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关于脚上还有关系。对。啊，脚上不过它有点，也没有太难，五二五三六三六十五目肯定有。这个但是黑这边在这边有个劫，这边有个劫。对，如果说白棋全死的话呢，白棋是不行的。对，全死白棋肯定是亏了，但是现在问题就是黑棋一手棋上肯定是补不干净，这两个劫他要选择一个消掉。白棋那边有本身劫，然后白棋还可以依靠这个跟这边打劫，那看来黑棋还是不行的。对，实战黑棋是消的这个，然后白棋提劫，就等于黑棋，当然黑棋也是这个地方反而变成黑棋有劫材，不是啊、对，但黑棋也就这边有劫材，那白棋它不仅有本身劫，它这边也能找劫，所以黑棋应该说现在很困难，对，是吧？不管怎么说，后面这样下的还是很精彩，对，很精彩，然后战斗的也非常激烈。现在呢，白棋提的时候，黑棋点。点将，就这个，如果说是这样的转换，我觉得。现在你先看看白棋这个消劫，对，赢了吗？对。因为本身作为白棋可能还能找劫，但如果说这样就能赢，就自然比较稳妥。是。这样，这个地方，单补一个。还好，这边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那就这样判断形势。这边四十五目，这四六四七，这边有十五目，六十二是吧？六十二，没定型之处很多。这边六十五目肯定是有了。如果走一手的话，六十七八目，把这个的话提他一下，提一下也是，他只能提在这儿。黑棋被提掉之后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把就先算它十目左右，十以上十三十四二十四二五二六二十七三十七，这样感觉、这边还有点欠，三十六，那应该总是三十六三七什么三那个白棋好，四五四五六七，好像黑棋确实明显不够，我觉得对，现在从这个判断来看是白棋能不能贴黑棋的问题，白棋实战也挡住了，对，白棋实战没有妥协。看来这盘棋，可以说柯洁他一直就是打定主意要下最狠的，他也没这个地方挡一个倒还好，因为这个地方确实现在白棋很有成算，是吧？他那个不过确实，如果萧杰赢了，应该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萧杰。那如果是你的话，就你是喜欢这种扎实一点的，还是继续打击？我反正要求不高，能赢就行。确实，但是那个。到底实战会这么选，那个都不好说，有的时候每盘棋心情有可能还有所不同。
哦，还有这种关系。嗯，或者有的时候看看，或者对某些觉得收手不放心，或者有的时候觉得那个继续硬住也有风险。那个应该说这样的心态，那个就说明换，有的时候多少那种棋手都会有点患得患失。对，尤其是但如果两边选了都能赢，那就没什么好说，就没什么好纠正。对，那其实这棋可以说白棋在后来就一直是选择比较多，他无论是继续像现在这样非常激烈的对杀也是占优，然后从之前我觉得直接就是这样加过来收手应该也是明显不错的，是，所以这棋基本上可以认为白棋胜势已定吧。嗯，对，这样的话呢双方也是非常激烈的就迎来了第五盘棋。嗯，十张黑棋提解我们再看一下。嗯，提，然后白棋本身解，现在白棋局部的劫材在棋算上的话，一枚、两枚、三枚、四枚、五枚、六枚、七枚，就本身劫已经七枚，就包括这里面已经八枚了。嗯、黑棋就下面一枚、两枚、三枚、四枚，四枚完就没了。嗯，那白棋应该说是肯定，所以硬劫看来这个应该会硬，对吧？确实，主要劫材多太多了。但数出来那个，如果是多个一两枚，那可能还得看看，就多这么多呢，那肯定是。嗯。啊，后面黑棋也是找右下的劫材。哦。对。啊，然后提，提完之后提劫，就是黑的加这个。嗯。那白的消不消应该都可以了，就即便被吃回去，脚上肯定是白的杀黑的。嗯。也跳出，这木还保存着。对，所以跟黑棋等于活到脚上来说，反而木数应该还是更白棋便宜多了。对，但是就区别等于差一个先后手。嗯嗯，但是基本上就是白棋现在，我觉得可能就算接着硬也可以，硬也可以。刚才都数出来都四枚劫。嗯，而且刚才这后面这个都不见得是劫。是，就跟刚刚这个活一半有点类似、嗯。包括我还没数旁边那个到底是不是劫，所以，嗯，就光靠本身劫的八枚实在是太可怕了。嗯。所以基本上可以说这个棋啊、哦嗯，白棋已经消劫了。嗯，白的消是。嗯。白棋粘上。嗯，这黑棋如果打回来。嗯，黑棋就。白棋只要确保脚上没有问题，白棋就跳一个，这个不管怎么都不可能杀赢白棋的。这个白棋粘还是先手，脚上黑棋没有棋、嗯。对，对，嗯，这样的话，跟我们刚刚的判断来说，只要白棋能确保黑。脚上能吃住黑棋，自己没有问题、嗯、应该会比我们刚刚判断的目数更好一些、嗯、那刚刚其实应该就是可能白棋盘面要领先一些的局面、嗯、可以说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嗯、这实战黑棋就是吃白棋跳，嗯，这棋应该说到这应该也是黑棋不容易有机会了。嗯，是的。那这样的话呢，柯洁这个顶住压力，在逆势背水一战的情况下、嗯、如果拿下了第四局的话、嗯、进入到明天的第五局，你小范你更看好谁？你觉得嗯，就国内棋手因为遭遇就我觉得就不耻立场了吧，嗯，我们就静静欣赏，就是是明天接着就下是吧，应该是嗯。嗯，那如果是这种中韩交锋或者中日交锋就立场比较鲜明。嗯，是。嗯，但是就算是你看国内交锋的话、嗯、就说你相对更看好谁，对，不代表你的立场。 你觉得呢？嗯，我觉得我其实就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吧、嗯、这个决赛下开始之前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柯洁一点。 嗯， 嗯，但是真的好像下起来之后也觉得是难解难分的，是因为双方实力肯定都很强，不然也不会进决赛。嗯嗯，相对
相对这个确实不好受，因为双方能下到第五局，那个已经代表着双方肯定是一对好对手吧。嗯，是从五番棋的角度上来讲，明天肯定，尤其又是决胜局，大家肯定都很紧张。肯定到时候谁发挥相对稳定一点，谁就或许有好的结果。事实上世界大赛上能下到决胜局的这个比赛也并不是很多，是好像我觉得多数来讲这个都是如果三番棋决胜局还比较多，对，如果五番棋的话还是就比较少见。对，我觉得五番棋比较有意思，是不是一般我感觉3-1的比分更多一点，对，就你很难零封它，但是也很难下到最后，对，好像真的最后一局决胜也不多，是而且如果再这样想的话，就是觉得好像经常是一胜一负之后，然后有一方可能，而且一般五番是会分开下吗？对，前面先下两盘，然后再看后一阶段。对，好像经常是前面这个前面先打1-1，对，先打前哨战，然后后面、那个、对，然后下成3-3。对，然后后面的话有很有可能就是有一方可能调整的状态比较好，对，就直接直落两局就结束。是，所以今天。所以柯洁可以说在第三局这个输得比较郁闷，然后也比较容易让人丧气的局情况下及时的调整过来，这盘棋还是发挥的比较出色的。是，应该说这盘棋它确实下放的也挺开的吧。除了去盘这边可能稍稍我觉得有点勉强以外，后来确实是右边之类的攻击的尺寸都把握得比较好。这个作为黑棋来说，可能就是右方的这个清消是败因吧，最大的败因吧，这个让白棋攻得太惨了。后面尽管拼搏得很顽强，但是不得不说白棋的选择余地更大，比较容易那个掌控。是，就实战他搬了一个爬，就白棋已经挑稳健的下来。是，但因为确实优势比较大，是也没必要。它上面有点，对，白棋偏。现在看黑棋是在调整情绪呢，还是说我们顽强的牛哥对于这种局面也是要继续拼搏一下？其实就刚刚那个大战这边等于说结束，就局面的惯性来讲，总是要再多走几手。对，我们现在就简单跟住进程，就是。是的。因为就这个棋呢，差距比较大，而且好像白棋现在全盘也都非常厚。所以黑棋能够争胜的地方实在是，对，相对来说邱俊今天肯定是发挥不佳。因为在这个在右方的腾挪，因为其实前面续盘应该说还可以的棋，对，肯定在右方肯定治孤的时候调子有一些乱吧。包括就像这个飞一类的被这个点出妖眼，好像确实不太好弄。等于那会儿其实黑棋简单跳的话，只能说可能这一带有被白棋便宜的感觉，但是棋局还很漫长，但实战他这几步走完之后就有点被动。是，因为不过从职业棋手角度上来讲，他确实很难下出那些对对手没有影响的棋。所以相对也就造成了后来这样的那个结果。让他挡住。再去搬。这个就看到有棋友问，就是大家其实在看上一盘第三局的时候都觉得大雪崩太复杂了，那所以有棋友就问，有没有可能性我可以避开大雪崩呢，又不怎么亏损的变化？有可能。那可以，那想避开总是没有问题。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不喜欢那个大雪崩，就是对，就那时候不太会，主要那时候没老师，那个老师没教过的时候，那肯定觉得望之却步。
那就高挂、脱退顶了搬下去的时候，就要接在三，啊，接在那个三三的位置、哦，可以接长一个扳机跳出，那很简明就避开。只是现在的棋手可能一般喜欢外，就是觉得那一方捞地的稍微有点委屈，但其实真正来讲，那个这个局部是差不多的，所以应该说这个主要看棋手自己了。他如果，但不管怎么样，不能因为那个大雪崩复杂就不去学习。嗯，是因为大雪崩的变化那个肯定是层出不穷，作为三大难解定式之一，这个也可能也时的不断有新的一些对、构想会涌现出来。嗯，那说到三大呢，应该是哪三个？大斜千变，嗯，腰刀定式吧。村正要道，再加上这个大雪崩，对，这三个都里面都会有。可以说我们现在可能通常比较熟悉的都是一个定论，大概双方就妥协的下法，大家知道一些基本的下法，然后即便实战中可能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也能靠自己的基本功那个勉强应对，也不会太差。但像上一次那个是稍微有点意外，一方面这个布局可能这个定式外拐的定式确实这些年来很少有人下，年代比较久远，对，是这邱俊在这时候技术也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是，但是那个后面柯洁可能也是有错觉，外面那个被提三个之后被包住嘛，那是也是很容易产生错觉的地方，第一眼如果以前没有研究过是容易那个对，可能如果他不知道那个棋是白棋可以弃的话，他可能看到冲断的时候就不往下看，他所以可能就忽略了被夹住，对，会被夹住。确实一般好像这个我们说布局吃亏也就是亏得很有限，可能是就像这盘棋这个地方觉得白棋下的有点不舒服，但只是也就稍稍主动而已，无伤大雅。对，但上一盘棋的差距确实有点明显。对，那下到现在呢，依然双方是在这个收官，拐，那我们也拐，对，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可以就最后再给大家看一看到底目数上有多大的差距。好，这个这边左下好像刚才是点过的吧，45目棋，对，没有变化，7 8 9 10 11，这边大概也是15 16目，这两块61了。61，这边，这边大致15目棋，有75 6目，还强一点可能。那个黑棋这边56，就8 18 10，这两边加起来20目稍落。左上16目。加起来3块棋的话，35目棋，26 27，黑棋也就60目出头。那听说白棋，连盘面都要好15目左右。对，这个也是。现在该黑的那个。这个差距还是有点大。是。所以我觉得黑棋应该说即使顽强如牛哥可能也就再收一收，对，再收一收就差不多了，应该不会说下到最后可能一两目小官子，应该是不会，应该是不会的。看到有棋友说这个比赛结束了，不知道是不是再等待一下这个我们看的那个软件，对于软件如果出结果啊，已经出来了，那就是当白棋拐到这儿的时候呢，牛哥就认输了。好，那这个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吧。也希望大家明天能够看到更精彩的棋局。那就是在这个最后吧。也是难得小范来一次，那你对于个人来说，你对于明年有没有一些，对于今年是吧，今年，对，就对于2015年、有没有什么目标或者是一些，反正我觉得不能像去年这样消极，我觉得棋总得
下来总得比去年好吧，我觉得是。那就是你也提到了在2014年的发挥并不是特别理想，那你个人觉得原因在哪里？原因肯定多方面的，体力本来有不足，然后可能别墅的心理调节方面也做得不是很好，所以整个一年应该说都没有什么亮点，我觉得是。对，所以坚信今年应该绝不会像去年这样。是，我们也期待今年能够帮我们把一个冠军留在中国，世界冠军。谢谢。看看，有趣有问这个155不团下载156接，需要看一下。155啊，这部团。就是当时黑棋要破眼的这一部团在这个地方接，那气是不够的呀。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样收气然后使白棋这个瓦不成立，是吧？对，他等于就是说黑棋外面收紧之后然后从别的地方，但是一旦这个力的那个没有的话，当时这个，对，我们可以最后把这个当时是这个样子的，在没有挖的情况下，黑棋，对，当时白棋这边有一个劫，就等于还没有这个子，你破眼总是一手气。如果你先把这个，他另一个，因为本身他实战那个团，如果打劫的话，他是依靠这个，等于说是有类似于连环劫的味道，将白棋击倒，然后那个。实战就是说如果黑棋选择粘一个，等于说这边就没有结阵了，对吧？把自己走死了。那个团住是。还有一点让我看一下这个对，其实白棋因为当时是不是连左上拐都没走的，对，所以白棋还是有相当的本身劫。一方面来讲呢，因为白棋已经吃住一块，所以说这个白棋就依靠这个结阵的话，它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在右边找黑棋这块棋的劫材，黑棋也是不能不应啊，包括下面的劫材以及左上拐了断的劫材，等于说就打这个劫，那黑棋应该还是很勉强的，估计 也不容易赢，对吧？是的，对，所以说黑棋估计还是不行，黑棋等于说既要保留这一带的劫阵，又要去这边灭白棋的眼和打劫活，所以实在是分身乏术。那这个我看到就是一直以来每次小范来呢大家都非常喜欢你的解说，就觉得不仅大局上逻辑性非常好，而且对于局部也都非常清楚。那如果说让你推荐给棋友一个就是平时可以自己看的比较合适的棋书的话，你觉得有没有这种比较经典的？以前是类似于武功秘籍的那个，以前是推荐过的，就在围棋 TV， 我是那个坂田老师的一套那个丛书，是吧？对，就是那个围棋攻心法那一系列的，对，12本吧那一套，还有说是死活题的白皮书，我记得。那个其实好的棋书还是很多，包括这些年来又有一些像李世石的自战解说，对，那个青岛出版社出版的。这应该说是比较新的书，近些年来，对，李世石在休职期间写的，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哪怕就是比如说一些杂志、围棋天地啊一类的，其实也都是作为学习的来讲，都是有很多很多地方能够让自己有所收益的。是因为如果说那个买一本杂志，里面肯定分类很广，那个水平高一点的可以看一些自然解说，水平低一点的也可以看那个就是诸如后面一些专题的一些像定式啊，或者说是一些战斗技巧啊等等，对，讲座类的，应该说大家也都能够各取所需。但是最重要的，因为棋要进步的话，还是自己要用心吧。是的，好，那我也按小范的这个建议，努力的长期。
这跟你没什么关系，你都职业棋手了，你。但我觉得你说的依然就是很有用嘛，就是你看。嗯、是。根据自己。对，棋手掌棋呢，总还是自己用功最重要。嗯，是的。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小帆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解说、嗯、同时不管怎么说今天两位也是下的非常精彩是激烈的对杀、嗯、对也让我们看得很过瘾、嗯、那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第五局能够下的发挥出各自的水平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对局嗯，好那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再见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亦已。